看景的那一天，我当时上到那个二楼上去坐着往下俯瞰，那个时候看这个地方空空旷旷的，还不知道未来这个房间里会发生怎样的一些故事。在这个舞台上拍一场我站在荧幕后面的戏，拍摄之前其实我蛮激动的，跟导演说，我说30年前我是站在荧幕后面去看电影，想去触摸这个荧幕，小孩嘛，那时候才10岁，不知道电影的后面到底长什么样子。那部电影正好是1988年上映的《红高粱》。那天我跟导演说，我说我非常激动，今天的这个工作对于我来讲特别重要，它是30年前男孩子被牵引到电影世界的一个反射。不清楚你在现场完成能否让他满意。停一下，停一下，你再往远，再往前再走一点。其实你对他里面不是感兴趣，只是看这俩人在干嘛，对吧？他会不会每天觉得，在监视器前每天看着你的表演，他会摇头，他会叹息，他会觉得自己选错人了？我特别担心，因为人家看中你了，把你叫过来，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机会，很难得的一个学习的机会。这个没问题，这儿这些进去就完了，除非给点时间。然后，能跟这样的有艺术成就的导演在一起合作，是你不知道这一生能有几次。他是1000万人。也就几个月以前知道他死去的啊，这个人的状态是完全垮塌的，不太好演，我也没想出来。其实压力蛮大的，因为是跟这个角色的差距太大了，自己知道自己的短板。不管是多长时间，只要父亲知道女儿死了，就已经崩溃了，再加上时间，所以我就说对他的表演改变非常大。我很担心我们在这么短时间内能不能做活。拐弯抹角，我们找到了有过类似阅历的一些朋友，他们就去讲他们印象中的那个年代长什么样子。后来又找了一些资料来看，对我的启发还蛮大的。比方说从外形上减肥，那就先从这一点开始做起。减肥不仅仅是说从形象上能够帮助你接近这个角色，还有它会让你变得有些压抑，因为导演希望这个角色是一个脾气暴躁的。我们刚进组之前那一段时间正是我最抑郁的时候，是因为刚刚减到现在的体重不适应，在那个时候一天吃一顿饭我觉得头昏眼花。你千万不要把身体你控制住，我认为你现在就可以了，你可以的，你就保持你的体力还有营养一定很重要。其实任何一个工作对健康都会有影响，你是想活得特别健康但是你一事无成，还是想稍微有一点点瑕疵但是你做了很愉快的事情，看你自己的选择。我们这个角色需要让他的皮肤颜色黑一点，质感粗糙一点，你天天打这个伞那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。用打伞吗？好，先不用伞，不用过来，伞不用过来。很好啊，看起来很好，这完全像当地的，说你。他要去尽快的去适应当地的这个气候，这个干湿度，这个温度，包括它的土质，因为你要在上面大量的奔跑行走。我记得那天看见爬那个我们拍那个沙漠到一个5里平地，我爬都快累死了，
他上去什么事没有，没有让任何人扶，也没喘，上去了，然后就开始指点这片景啊，怎么怎么样，就开始摄像。两三点要睡的时候，一想那戏睡不着，五点不到，四点多给他叫起来，开始给我拿这个。对，我早上一看我都傻了。对。他其实每天睡眠时间非常短，吃的也少。我也想试一试，我能不能在意志力上去和一个68岁的一个。开机之前我就比较担心这场戏，我担心的是那个身体条件会影响拍摄质量。昨天就开始愁，说他有俩仨月都没吃过粮食了，对，说这回来得干好几碗面。尽量怎么办呢？我白捡了。尽量让他少吃吧，吃两口。导演给我提的一个要求是要减肥，从那个时候开始就再也没有吃过这种面食啊、米啊都没吃过。其实第一碗之后就有点发傻了。10条，我操！你别这样，别厉害，送我上医院。拍摄很像是打仗，当预备开机的这个口令一出现，你有任何事情你都必须要坚持把你眼前的工作完成，直到导演喊卡。泪流满面那场戏对这个角色的要求还是蛮大的，他需要从这个小窗口缩回头去的时候已经泪流满面。如果一个演员瞬间就能点燃自己的情绪，这是一件特别难得的一个得天独厚的条件，这种戏很难演。我你还回不到你的情感上去，对吧？然后在第二遍第三遍，对吧，你就慢慢的越看你越有情感，再即兴来一次。好，
在一块儿上。这个层次就有一点那种感觉，不是强硬，你知道，有一点好像恳切里有一点那种，后来开始强硬，这个层次对。我努力的让自己去激动，这是一个很痛苦的一个事情。从提前一天晚上就开始去酝酿、去准备，所以那场戏对于我来讲，其实千山万水。司机收令，司机收令 ，A156031次。司机，开始。礼堂的戏，在电影放映之前，大家伙都特别高兴，都在等着看电影。两个月才看一次电影，每次看电影跟什么一样？过年。孩子们要在这满场玩，因为现在等着呢。司机，再上去站一个，站高一点。这个区域人都站着。所有中间区域的人，从西门也走，从东门也走，从正两侧正门都走。我来准备，准备。反电影，他就是那个时代的人，就是对这放映员的工作那种热爱，对这个岗位的那种迷恋啊。这个是最深刻，这种东西是最狠。想的比较多，但是导演一直在给我做减法，就不要想那么多。他就是那个时代，就是这样的人。这个放映员不是光是一个好工作，显摆的工作，放电影。是他唯一的欣慰，享受每一分钟啊。其实真的想人物得放在那个时代，放在那个环境去想，包括什么扮相。可以，不用别，就这样。坐下，刷刷，拿点瓜子，当时瓜子拿瓜子拿出来，烟什么？有烟拿出来。有那种不一定抽烟啊。对。A7 20厂 2A34。我印象最深的就是那块表，那种钢链的手表，国产的，没事就要看一看，就有点小优越感的。面子多加了一勺油辣。看电影给咱留个好位置，小说。知道大家为什么叫我粉？那是因为我当了一辈子放映员，从来不出事。电影片子就是眼珠子，多少本来多少本。交接的时候要数好几遍的，这叫责任心。范电影自己弄大搪瓷缸子啊，放映员底下写着001 number one。不错，我觉得这缸子能多用，端着从里头一出来，特别好。好艺术的总要穿一个马甲啊、坎肩的这种感觉，平时不穿。放电影这一天他穿就很有仪式感，用导演的话讲，这一天的皇帝。我们找了一个老师，老放映员，教我怎么拿卷胶片，怎么卷。你真得反复的练。
你不反复练，它就不像那么回事儿。好，来实拍。咱们这个地方放场电影，那可是大事儿。我这个人物台词多，好多都是那个年代的词。你还想挤走我？就你的怂球样，叫怂球，怂球样，这叫当放映员，那就是我们二分厂革命群众的噩梦。我们在一起商量，导演啊，包括那张译啊，大家都给出很多主意。你等会儿问清楚再去，对吧？这样行啊。我一看有问题，一看有问题，我耍一花招。哎，来来来，那个咱们边吃边说。这样的一个好的人物，这样好的剧本，他特别打动人啊，特别平实，你越想越有意思。淡一点的，就是对，淡一点就应该的，应该的。现在这就是一堆烂肠子，谁的二十二号都没有。同志们，今天这个电影放不成了啊！有，我提两点要求，做得到咱们争取放电影，做不到散场，以最快的速度到到这里集合。好，行动吧。是这个顺序啊，那我再溜了词儿去，我溜了词儿去。万老师那几个顺序可不能乱呐，给我使劲压力。预备，开始。女同志，回家拿床单、口罩、纱布、蒸笼、筷子、脸盆。男同志，回家拿铁丝十二号的，要擦干净，好不好？好。别着急，哎，起，好。小夫妻遇母子疼，这电影就像一个叫朝圣，对电影朝圣啊。筷子挑起来，拿左手轻轻的在捋。你看啊，大拇指在这里，这儿扣着。这一点问题没有，转一下，转两下，感觉很熟练。顺着这个头找那个头啊，两个布之间四五排钉两道以后，你挂上胶片，跟挂挂面一样。手松开，啪啪两下。同志来。现在做的第一步啊，就是把所有的片子，把大的幅度啊再冲掉。哎，拿着，哎，就你拿你的大夹子，对对对，拿那个。来，预备，拿两张，不能夹中间。啊，两面冲。烧开有蒸汽啊！二十六厂 A 型四四 A 机，蒸馏水，蒸馏水，就是蒸好了留下来的，就是蒸馏水吧，浸泡一下就行，一次性，对吧？长一点也可以，也可以抽胶片。你看，哦，你抽胶片也行，哦，你抽胶片也行，总之是一次性的，哦，就不来回拉。预备，开始。
这就叫大循环。行了，这回可以看了。这么多年过去了，数字已经完全取代了胶片的在电影当中的应用，所以我们今天再回头来讲一个因胶片而起的一个故事，哪怕对胶片没有情感的年轻人也一样会喜欢。至少在我的心里以及在我同龄人的心里，我相信这部电影会引起大家的一个共鸣。挠了一个点上全身都痒。为什么要自我牵扯？烧焦的外星人，把片子放下。你剪的就是我女儿那段，可不可能你也把片子放下？啊，干嘛去？我前一条我跑确实有点快，最后那条我有点跑不动。恰恰那条导演说你带点跑吧。我默默的把起伏往前挪了三四步。片刻的相遇，徘徊梦里，岁月的风始终在心。王卫队啊，我的王皮帽，人家那多少钱，咱这是啥玩意儿？我还怼你，我刹不住了。再重逢一秒钟。我直接都哭在脸上了。什么东西最难演？哭。小男孩儿最好演。跑。最好演。8月24号，一秒钟杀青大吉。